姐姐，要不然我去找吧，我照着那书上找，哎呀，不会说错的，会死，我能撑住，行吗？这算什么啊？一伟，秋琪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我的病情已经被控制住了。但是姐姐，她明明已经染了病，还要硬撑着坚持。赵雨欣，能不能别再做让我担心的事了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他们。